它是一项超级工程，世界最大跨境悬交拱桥——古今高速水洛河特大桥。大桥所处位置山势陡峭，两岸山峰近乎直立，桥面至谷底高差250米，施工难度大，因此在桥型设计上采用上城市钢筋混凝土悬臂浇筑拱桥方案。根据古今高速双向六车道要求，大桥拱圈设计跨径为335米，是整个古今高速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控制性工程。大桥拱圈浇筑采用高流态 C80D 收缩高韧性纤维混凝土，并创新使用挂栏内外膜液压制能同步顶推技术，这在古今高速全路段施工过程中还是首次。水洛河特大桥建成后，将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境悬交拱桥，在桥梁发展史上具有里程。小红书。